凌晨才录完节目，没有睡觉，就直接来到了珠海。比赛不就是？本来想多争取一天的训练时间，但天气并不给力。拿来就散了，就小了，小了已经，小了，到地上没干。不是，又摔了，又摔了一个，走飞镖。哎，你去年57是排位跑时候跑的？不是，练习的时候。排位时候58。啊，赛前。就排位的时候是58。对。赛前我跑571。啊，我都就那一圈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那圈。就走对了，肯定是。就所有的跑的比较。这次好像还挺紧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说会有很多人要参加这个比赛，可能会比之前的人更多，而且很多厉害的人也来了。这几天也练舞，腿的肌肉也有点酸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贴膏药，想让腿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跑比赛。因为在跑比赛的时候，十圈还是很费腿上的肌肉的。这是23岁的王一博第一次参加职业组的比赛。很开心了，已经恢复到，算是恢复到去年比较平均的一个成绩了。